台东县政府3号下午召开12月份的扩大主管汇报，颁发多项的绩优个人还有团体奖项。县长饶庆麟也颁发了寿险捐赠微型保险，提供弱势族群基本的意外保障。而会中也安排专题演讲，希望可以强化与世界的连结。县长期盼透过公司协力，可以打造台东成为国际城市。南山人寿业者将一年期保险额度30万元的微型保单交付台东县长饶庆麟手中，代表着将提供台东县身心障碍者等弱势族群基本的意外保障，补强急难救助系统的不足，给最弱势，我们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人，给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保障。那我们估计算起来大概有5000户，大概有5000户可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受到热烈掌声欢迎，台东县政府3号下午召开今年度最后一场扩大主管汇报，特别安排1小时的专题演讲，邀请到台东产业创生重要推手陈玉敏分享如何与世界连结，期盼借此强化台东县与国际世界接轨，打造台东成为国际级城市。台东非常非常有条件成为独立于台湾之外跟世界连结的城市，县政府的满意度跟支持率其实都一直在70%以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给予我们的一个信任。那我再次的拜托各位，我真的很有信心，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恭喜市长颁发红包。台东县政府12月扩大主管汇报中，一例举行颁奖表扬活动，颁发各乡镇市公所绩效考核奖励及表扬模范公务人员，以及消防交管处等单位获得政府服务品质奖等多项绩优单位个人奖项，为台东县政府年度最后一场主管汇报添上亮眼的一笔。记者张佳慧台东市报道。